耶，就从礼拜日叫小芳到阿里头去了。啊，大芳，大芳，大芳，一斌，叫叫斌斌。嘿嘿，奇怪的，啊，我出去一歇，屋里一个人也没了的。刚好今朝过馄饨吃的，人才跑脱的，过啥个馄饨啊？本来么拿小菜么，大家一道改改啊，再再肉。好了好了，馄饨慢慢叫，再搞嘞。哎呀，啥人啊？来着来着来着。哦，王伯伯。老舅妈，老舅妈，哎，哎呀，难道屋里向只有侬一家头啊？是呀，才跑出去的，侬看。不过人少也有好处的，空气蛮新鲜的，哦。哎，蛮清爽的。哎，老舅妈。啊。老娘就到沈阳，好像去是一个多号头了。是呀。哪能还不转来了？哎呀，事体么是这能啊。那么伊有两个徒弟，是东坡人，晓得吧？等一套到上海来嘛，向老头子来学才来的。第三天我晓得的。一定要叫老头子到沈阳去白相。那么搞好了个呀，半个号头就转来。我想一个多号头还不是个转来，不要啥个路道，真急杀人么是啦的。刚好半个号头。啊。到现在还不回来。位置讲呀。王爸妈，侬今朝来啥天啦？当然有事体了。啥事体啦？今朝来。外加是蛮大蛮大桩大事体啊。哦，大事体啊。哎。啥个大事体啊？那我想他老娘就谈谈。哦，谈谈呀。哎。那老兄老弟，搿三五辰光有的是啊。啊，吃点啥啦？老舅妈，侬哪能讲得出个啦？哦，现在这个辰光，我还有心思他老娘就搿三五啦。啊，出啥事体啦？啊，出了介大个事体，啥侬一眼勿晓得个？啥个大事体啦？啊！有人啊，想不把你过好日子。啥个？啥人替侬介大个难过啦？俩？哎，不是不把我过啊，也不把侬过，也不把别人过，不把所有的人过好日子。哦，就是这个李庸之子杀妻恶人。哎，老舅吧，搿能一块侬拎得清啊？就是这个姓李的家伙啊，这个弄出这个啥个法轮功了。这个害死人啊！哎呀，不是你居民小组大家才好才过来的，就是听侬讲呀，你们好才过来的，老娘舅们好几次好才出现。跟侬想想看，现在你浪费好才，要跟不上形势，要落后啊！王伯伯，侬笃定没得？你个老头子到啥个地方嘛？先要紧看报纸哦。那么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，哦哟，伊好像是职业分子呀，侬放心没得？哎，老舅妈。老娘舅好像不惯口，我总归不大放心的。那么再讲第一趟批判法轮功啊，是要使上上下下所有的人，每个人大家晓得法轮功的威信。那么现在我没掌握到老娘舅确切的学习情况，我哪能晓得到底老娘舅晓得不晓得法轮功的威信？哎，关我自家工作失职，我哪能向党和国家去交代哦？讲得来，这能严重发展了侬啊！老舅妈，这个一趟批判法轮功是党中央的号召啊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大事体啊！哎呦，搿是蛮要紧的了。就是讲，搿么搿能，我打只长途电话拨你老头子。哎，这个办法好了。叫姚少转来。对，打只长途电话叫伊马上回来。哎，沈阳是吧？沈阳，哎。哎喂，啊，侬电话号头晓得勿啦？号头勿晓得个呀。勿晓得侬还打打点啥啦？搿么？你电话通的通的，进来的电话通的，进来嘛只有好呀，电话费上头的呀。好嘞，啥人来个？喂，三娘。哎，是我呀。哎呀，老头子啊。老娘舅啊，瞧吧。哎，侬哪能到现在还不转来啦？哎，你叫伊马上回来，参加你一道学习。哎，啊，哦，有事体啊？有事体。有啥事体啦？啊，现在还有啥事体比批判法轮功还重要啊？是呀。哎，啊啥个？拿来研究啊？研究点啥？啊，哦，一道研究法轮功啊？研究法轮功？哎，哪能？喂，哎，老娘，我听侬讲。老娘还有老爷了嘞。真的没了的。
呦，侬个心思到酒来，闲话慢慢就讲，急点啥啦？拿我电话没抢得起，害得我个闲话嘛侪没讲完。哎，老舅妈，我心哪能不要急啦？啊，到现在这个辰光，老娘就为了研究法轮功啊，那我要研究一只脑子的哟。哪能？老子，哎呀，人家过去嘛种植法轮功的圈套呀，现在一个个侪拉弹出来。哎，你这老头子肉骨头烤过昏咚咚，反而钻进去，还是钻小小啊？真真气煞人啊！我来寻老头子，侬不开。哎，老舅妈，老舅妈，老娘就来沈阳了，侬哪能去寻法啦？哎呦，我要气疯他了。哎，老舅妈，侬稍微冷静点。刚才老娘就电话里到底哪能讲的？侬这个耳朵不大灵光的，侬再想想看。我耳朵蛮清爽的，你讲啊，来研究法轮功。是来研究法轮功。哎。哎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哪能啊，王伯伯？这怪我平常了，对老娘舅的思想教育扎得不精。哎，有的。哪呢？我马上到屋里向去拿点学习材料来帮伊学习。哦哦哦。不能这样子啊！王伯伯急匆匆跑出去，那爷啦不争气，阿拉也不争气啊！奶奶伊外头的女朋友啦，小姑娘瞎七搭八，严肃点好吧？我老严肃的呀，哪能不争气啦？那爷来长途电话，讲阿拉外头一道特人家研究法轮功，不可能啊！搿哪能不可能的呢？刚刚电话里伊清清爽爽跟我讲的呀，现在王伯伯去拿学习材料去的。侬学习材料有啥用啊啦？哦，寄到东北去啊？快点打电话叫阿伯回转来。哪个爷现在还在那研究法轮功？一个胆子太大的。哎，别急呀，搿不要么我先借来搿两本书拨阿伯老头先看了。三娘，来来了。哟，爸，哎呀，我真的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哪能来了？哪能？哎呀呀，回来之前辣搿门口头做啥说了？说啥了？您好勿啦？我自家不晓得。哪能自家不晓得？到我这里。我喝出了一回来嘛，打电话拨侬个呀。碰着边上，哦，侬阿拉沈阳嘛打电话拨我了，到此屋里还打啥个电话啦？我脑子有毛病了要嘛？沈阳打电话是长途电话哎，上海是投币电话。对了，对了，哎哎，老头子，你哪能的啦？阿爸，侬身体不好啊？那可不好啊！阿是吃力是啦？啥人吃力？哎呦呦，不对了，侬哪能的啦？心里不大好，有寒热不啦？哎呦呦，不对了，不对了，让我倒点茶给侬吃吃哦。哎，出啥事体了啦？哎呦，阿嫂，我跟侬讲，发哪样了？不哩呀，哎呦，阿爸不是到东北去白相嘛？是研究啥个法轮功，现在生毛病嘞。我家家到去练过法轮功的职工屋里去啦，进行社会教育工作。嗯，有几哦，练得嘞僵脱了啦人，困了屋里向还搿副样子呀，嘴巴里埋恨啊。嗯。喂哈！哎呦，叫嘞，是吧？哎呦，怎么出来弄哪能了，阿爸？阿爸，阿爸，侬人不适宜啊，要不我打扫两年，带侬到医院里向去看医生，好吗？不要多糊涂的呀，糊涂去。阿爸，不要去，要去看医生的呀，医生会得帮侬配药打针，就是，搿能侬人就不难过了。哎。用不上，啥用不上，用不上。你个毛病，不到医院里去看，不吃药，不打针的闲话，这个就是不相信呀，不相信呀，就是不相信科学呀，你晓得吗？侬不要来打帽子啊！啥不来打帽子？我来跟侬讲道理呀！老村人一家么有毛病，才到医院里吃药打针，不是身体才健康了吗？就是讲嘛，为发觉小辰光不是生癔症。蹲了医院里向住了一个号头，侪脱离危险的呀。大芳小辰光不是啊，生小儿麻痹症，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嘛，现在也变低能儿跟残疾嘞。就是讲，连身子身都也没了。大芳小辰光生毛病，侬哪能晓得呢？阿拉
当时谈恋爱的辰光嘛，对方的身体情况了侪讲清爽的呀。就是讲嘛，哎呦我喏，小辰光上天花，要不是到医院里向去看毛病，我现在长了噶漂亮啊。他不是俺姑啥地方弄得来，烦没烦死嘞？为啥爸拉为侬好？好好好好，侬不吃药，不看毛病，不打针，不要紧的，没关系的。哎，小芳，抱你过来。哎，那过去，那过来，那过来，伤了他，那牙有血压高的毛病呀。哎，这个脑降血压的药品我拿他。哎，冲啊！哪有血压高？那大家来看啊，满身金箍啊！可能一来拉出老头子，插出西洋剂。哎，不过妈妈妈，哎呀阿嫂，看上去阿爸是有点中法轮功的毒了，阿拉好叫帮助伊的。是呀，阿拉要耐心细心哦。哟，到底是经理掌握政策，那么你哪能办呢？妈，阿拉打只电话拨回芳阿姐跟姐夫，阿爸平常话不是最听伊拉闲话吗？对个对个，小芳，我说打电话，打拨阿姐呀，快点。喂，我认董慧芳。什么？你出差去了？那么我认姐夫。什么？伊拉李敏是跟侬啥人啦？大方啊！啊，大方能跑到阿姐屋里去？你到阿姐屋里去做啥？是是，伊讲过的。哦，伊讲伊想讲服啦，去讨教一下，先判这个违规一个理论。哎，搿蛮好蛮好，你出来你好好就好做的呀。舅妈，哎，老舅妈老舅妈，来来来来，快点来。来来来来，哪能？那这个剧本呢，侪是批判法轮功的材料。马上去拨老娘舅，叫伊好好教好些好些。哎呀，王爸爸，现在全国各地侪辣辣批判法轮功，侬还记得起？怎么有空哦？哎呀，这个是居民小组。对居民的政治上的关心，谢谢侬，王爸爸。用不那个，用不那个。阿拉爸已经回来了呀。啊，噶快啊！是呀，转来的，巧来不得了。好。哎呀，他侬是后家呀，侬前家出去，伊后家转来呀。是吧？那么人呢？那里向哦。哦，哎，老娘舅，老娘舅，老娘舅。啥妞啊？我啊，王爸爸。有啥事体啦？那我想跟侬谈谈。哎呦。过几天再提来嘞！哎，现在我来研究法轮功呀！研究法轮功？哎，真来研究法轮功啊！哎呀，老舅妈，看样子啊，老娘就把那这个法轮功的轮盘啊压心里的里向的呀，怎么可能？看样子定眼材料不够啊，不够，我再去弄眼材料，我再去弄材料。你哪能再去弄材料了？哎呀，娇娇冰冰，那大清老早到何里头去的？阿拉寻陈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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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好，啥庙去啦？阿拉寻陈老师去。娇娇冰冰，礼拜天去寻陈老师做啥啦？学堂组织批判法轮功，阿拉人小还不大懂，所以去问问陈老师。没请教到了不啦？陈老师帮阿拉讲了半天，阿拉有眼明白了，法轮功不是讲啥理功哦，伊主要是讲人到底要相信啥么子。家家彬彬老懂道理哦，我一讲，伊拉就等我讲，陈老师侬放心，阿拉屋里向大人啊，一直帮阿拉讲，不要相信汪夜道，要相信事实，相信真理。帮阿拉搿讲了最多的嘛，就是阿爹了。所以我今朝特地来啊，是想请家家彬彬的阿爹到学堂里向，去搭大家去讲一讲，讲一讲哪能不相信邪，不相信鬼的。哪能？还是有啥困难？哦，那放心哦，我不会得占用伊老多辰光的。那不是陈老师，侬的心意阿拉是理解的。不过情况是不断的辣辣变化哦。家家的冰冰阿爹，哪能啦？阿拉爸喏，就讲伊还哪能？伊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。这个倒是老遗憾哦，搿迭能好伐？等伊回来了再讲，好伐？啊，搿么陈老师侬正好啊。哦，搿我勿麻烦㑚了。哎，这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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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，迭个哪能桩事体啦？哎，老头子。侬啥辰光转来个？伊个脑子有毛病了，我转来不拿大家来关心我呀。阿爹，陈老师是来请侬哎。哦，哪讲哎，我侪听见了。冰冰阿爹。哦，陈老师，请坐呀。冰冰阿爹，你搿趟也辛苦侬了。哦，我不好去啊。你啥体啦？我来研究法轮功。阿爹，侬哪能变了搿能介啦？阿爹，哪
那好你就法轮功了啦。侬现在来教育阿拉，要不相信神，不相信鬼。侬自家哪能去研究法轮功了呢？法轮功就是要人家放弃正确的信念。侬晓得，李公子一讲啥个，地球跑住了。只有伊一个人好救世噶。要阿拉把伊气了白头跑哎。我有这个两个小人都围过来哪呢？侬听听哦，连得小人啊才晓得法轮功的危险，我好心心哎，老头子啊。我也没困着过啊。没困着了。阿爸，阿爸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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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弄点书面材料，让老娘就好些个。现在看来了，光靠这些文字资料了是打不够的。那么，我想狠心的，我带了一个活教材，拿来看看。活教材啊？活教材。那，我等一下再来讲。哎。太台啊，太台啊！抱进来。我也是讲呀。啊？抱进来呀。是王爷，是王爷，怎么？他赢了嘛？老娘舅。老娘舅，侬别那个了，不讲不讲。侬千万别离法轮功啊！奶奶，半年之前，我碰到一个人叫我离法轮功，伊讲只要离法轮功。身上毛病侪不会有的。伊还讲，只要离到侬肚皮浪向有只轮盘辣辣转。哦，有一只轮盘没啥稀奇呢。侬要有本事喏，离出四只轮盘来，那下趟跑出去喏，差头不要辣的。好了，我早浪也离，夜里也离，半夜里两点钟还爬起来离，离得我是饭也吃不落，觉也困不着。伊人都不收喏，虚中呀！我是觉着自家飘飘然，好像要升天了。只觉着天上有人叫我来呀，来呀！这个辰光，我真想从阳台浪向跳出去。这都不来事呀！那听听，要吓人哇，要吓人哇！那么我没办法呀，只好拿窗子全部关起来，外加上锁。哦，侬关窗子这个原因啊？哎，我还当时侬派头大，空调从早开到夜里。搞啥名堂了？我公道没理着，弄了这副港相，身上弄了一身的病。弄的那样子哪能不要生毛病呢？一日到夜不吃饭，那么生胃病；不走路，那么关节炎；天天心事重重，那么好的呀。高血压会打出心脏病来，一日到夜胡思乱想，现在产生了种叫啥个幻觉症。没想到伊啥毛病的品种倒蛮齐的嘛，就是搿能讲的。爸爸，阿拉哪能一直不晓得的了？哎，就是讲呀。我劝伊嘛劝不进，对外头呢我也不好公开。为啥？我是居民小组长呀，干部的家属出了点那个问题，我还有啥个威信呢？所以我没办法。只好拿伊关了房子里向，人家问我嘛，伊到乡下头去的，到乡下头去的。那现在党中央有号召，所以呢，我拿伊放出来，弄这个活教材来教育大家。怪不得咯，王伯伯听见你老头子来研究法轮功，哎呦，伊这个火气大得来，叫不得了呀！我哪能不要去呢？哎，这个有啥气头呢？阿爸，搿哪能不气人啊？搿句话就是阿拉光顾了。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。对搿种外科呀，是最最痛恨、最最气愤。对。哦，对了，我帮㑚看样物事。拿啥物事啦？看啥物事啊？好，等一下。老舅妈，伊拉去弄啥物事啦？不晓得呀，等拿出来看着咯。拿出来了，来，物事拿上。我那个。哦，两台机器。哎。什么照相机？哦，照相机，只照相机嘛。嗯，我第一场。
出电影了。哎，电影老师。那，现在搿张照片来讲，李永志。哦，李永志这杀菜刀。假使讲伊是神的闲话了，搿么在座各位侪是神。啥意思啦？啊？妈。啊？这个是摄影特技啦。哎，那相信吧，我拿衲所有的照片侪做过了，现在做得跟伊一模一样，也成为神了。是吗？你看啊，我这是。那妈，这个是侬的。是我有事呀。哎呀呀，哪能能看呀？到下方了。可是我也被整了。看到吧？一模一样，是吧？哎呀，把侬相信吧，我相信。侬不相信啊？那么我当场跟侬演示一下了呢。啊，爸，侬娘家夫等侬拍一张。来来来。悄悄让开点。哦，悄悄让开。好。好着是吧？好好。哎，好好哪能呢？后头有几个工具。我有只照相机，老高级哦。要死啊！我当伊刮胡子刀片的。出电器啊！现在阿拉可以开始操作。哦，那看好啊！那出来了，刚刚头像出来了啊！好，看到看到。爷爷，好。这个着急啊！这个时间还不清楚。来了，哟，老头，那个礼服做的知道吗？这礼服底座，咱俩把照片，哎，老头子照片。好，来来来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再过来点。哦，这人招到了，好，结账了吧？结账了，结账了。礼货是老几的？哎，好了，哎，来，好。有一身样的呢，上过来，结了，结了，来了，来，结牢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这么大，哎，一身样的嘛？那哪能结上去了？会得啊？哎，一只头装上去的。哎，是个呢。好了，哎，来，好。有一身样的呢。上过来。我大爷来了啊！好，那我知道了，知道吧？不接了，大家看到吧？就是搿样子做的呀，要有侬做出来的。我就是要搿张照片。哦，侬准备去招摇上片？哎呀，现在全国各地侪辣批判法轮功，啥地方再去批啦？根本都算得到，算有啥呢？哎，讲呀，讲，难道我来练法轮功啊？是啊，我来研究法轮功呀。我还要研究啊！我研究法轮功哪能是骗人的么子？阿爸讲得好，阿拉就是要搞清楚外科呀和花里下石的本质。对，那么以后呢，不管是碰到李永志也好，王洪志也好，啊，不管是法轮功也好，玉龙功也好，那么阿拉就会得坚定自家的信念，就不会得上当受骗了。对，有道理。老太婆啊，我出去只有一个月哦，屋里向老老小小水平提高得噶快哦，大家对法轮功要出出一个西洋劲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